当前台挣得多，前台都要干什么？给他报了300，你看行吗？你这请我吃散伙饭 ？OK， 田氏穷总越花越有，这不是显得有文化一点吗？2000，多呀！我穿怎么了？我现在在律所可重要着呢。那未来是不是就能更好地为咱们农民同志服务了呀？是啊，我能干呀，没问题。那你得给我发奖金吧，我当前台了，今天我挣了90000块钱。你要上这老外跑了，你这罪过可大。